狼在森林中绝望地嚎叫，它的幼崽悬挂在悬崖边缘，无法救回。当一切似乎毫无希望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英雄出现了。公园护林员萨拉·贝内特正在进行常规巡逻时，听到了微弱的呜咽声。他沿着声音穿过浓密的灌木，来到了一个陡峭的山谷边缘。他所看到的让他屏息大作。在大约30英尺下方，一只大型灰狼站在一个狭窄的岩架上，黄色的眼睛盯着更低处的某个东西。一只被困在更小岩架上的小狼崽母狼在焦急的踱步和呜咽，试图接近它的幼崽，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远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让它们一起跌落到岩石下方。萨拉知道必须迅速行动，他双手颤抖着拿出无线电呼叫增援：“这里是贝内特护林员，我在悬崖上发现了一只被困的小狼崽，母狼无法接近，请求立即提供救援装备。”在等待同事到达时，萨拉时刻关注着母狼和幼崽，幼崽的哭声越来越微弱，母狼愈发绝望。终于，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，萨拉听到了远处驶来的车辆的隆隆声。他的同事亚历克斯和麦克带着攀爬装备和救援器材赶到了。萨拉迅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两只狼的危险位置：“我们得快点救回幼崽，但得小心，如果惊吓到母狼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”麦克点头道：“我来设置攀降装备。”亚历克斯：“你认为你能到达幼崽吗？”亚历克斯打量着悬崖：“可以，但真正的挑战是让我在那儿的时候保持母狼的镇定。”在麦克将绳索固定在一棵坚固的松树上时，萨拉从背包中拿出了一支镇静枪：“我不想用这个，但如果他对一切都变得攻击性，我们可能别无选择了。”亚历克斯说着开始下降。母狼听到绳索摩擦岩石的声音，耳朵立刻竖起，发出低吼。萨拉屏住呼吸，准备好了镇静枪。就在亚历克斯接近幼崽的时候，他脚下的一块松动的岩石崩塌，小石块掉落，幼崽惨叫着滑向悬崖边缘。一切几乎同时发生，母狼扑向亚历克斯，他试图抓住幼崽，萨拉开枪注射了镇静剂，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失控了。但随后镇静剂开始起作用，母狼放缓了动作，亚历克斯抓住幼崽的颈背，将其安全地拉了上来。幼崽安全后，他迅速又攀爬回了悬崖，小狼在他怀中挣扎着，发出呜咽声，期待着母亲。萨拉看着这只毛发蓬松、被磨难后脏兮兮的小动物，心中柔软了起来。现在怎么办？麦克问道，注视着还在悬崖上的昏迷母狼。萨拉的脑海中飞速转动，他们不能把母狼留在这里，它会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目标，但搬动它对护林员们来说也很危险，我们也得确保它的安全。萨拉决定呼叫更大的队伍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和重型装备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救援队一到，他们开始了将母狼安全带离悬崖的艰巨工作。他们小心地给母狼系上了安全带，利用系在坚固树木上的滑轮系统，缓慢地将它从狭窄的岩架上抬升。接近顶部时，额外的护林员们组成了人链，轻轻地将母狼从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，直到它安全地站在坚实的地面上。萨拉心中疑惑，为什么狼会处于如此危险的位置？这些聪明而谨慎的动物通常不会冒险进入如此危险的地方。他的思绪被一位同事的喊声打断：“萨拉，快过来看这个！”他把幼崽交给亚历克斯，走到团队聚集在一起的地方，看到大家都在注视着昏迷的母狼，他看到了他们关注的对象。母狼毛皮中隐藏着一条细细的金属项圈，这是追踪项圈吗？麦克问道。萨拉皱起了眉头，看起来是，但我不认识这个设计。我们这个公园这里没有任何追踪计划，团队高效地工作着，首先把依然昏迷的母狼安全地固定在一个大的电料运输笼中。萨拉把幼崽放在一个小的运输笼里，靠近母狼的笼子，以保持它们两个的平静。
当他们将狼装上护林员的卡车时，萨拉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担忧。救援成功了，但项圈的谜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野生狼被困在悬崖上也不寻常。返回车站的路上，气氛紧张，却平静无事。到达车站时，萨拉看到公园的野生动物兽医在等他，便将狼交给了他进行检查。我有好消息，艾琳娜，罗德里格斯医生在检查室外宣布，这两只狼的健康状况良好。但这个项圈不是我们的，这是我见过的任何野生动物追踪设备都没有的。它有一个先进的 GPS， 远超我们的设备，还有一个小的隔间，里面似乎有一块数据芯片。萨拉的心跳加速，看来有人在公园里秘密给狼标记和追踪，但目的是什么？谁在背后？就在埃琳娜要回答的时候，无线电突然传来，所有单位注意，我们收到未经授权的车辆进入公园北入口的报告。萨拉感到一阵寒意，狼的不寻常行为，高科技的项圈以及可疑的车辆，这一切比简单的救援要复杂得多。我们需要立即移动这些狼，他急切地说道，如果有走私者参与，他们可能会成为目标。随着太阳落下，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公园里，萨拉和他的团队迅速将狼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他们选择了一个深处的旧瞭望塔，那是一个很少有人去、难以到达的地方。在颠簸的服务道路上，母狼和幼崽安全地放在运输箱里。萨拉不断思考，这些走私者是谁？他们想要狼做什么？他们该如何阻止他们？突然，他在树丛中看到一闪而过的动作，猛地踩下刹车，导致车内的每个人都向前倾。麦克想要说话，但萨拉举手示意他安静。逐渐消退的光线中，站着一头雄壮的公麋鹿，摇摇欲坠，眼神迷离。这不正常，埃琳娜医生说，声音中充满担忧。萨拉严肃地点了点头，走下车。他们靠近麋鹿，留下麦克守护狼。动物突然在地上倒下，让他们惊了一跳。检查后，他们发现其侧腹有一根小剑，他们正在给野生动物麻醉。萨拉说，但为什么突然间，一个看起来非常害怕的年轻人从森林里跑了出来？拜托，他喘着气举起手，我需要帮助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。我发誓，萨拉保持警惕，但稍微放下了武器。你是谁？你对发生的事情知道什么？年轻人杰克讲述的故事让萨拉和埃琳娜震惊。我是生物学学生，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实习机会，与一个野生动物研究小组合作。他们说他们正在开发新的追踪技术来研究动物行为。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我们在照顾狼、麋鹿和稀有鸟类，但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这些项圈有我无法访问的隔间，我们的一些研究人员总是用代码说话。上周我无意中听到一段关于货物和买家的谈话，这时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研究，他们正在利用追踪数据找到并捕捉特定的动物，供富有的收藏家，比如稀有的毛皮图案、大鹿角之类的。我想举报，但我害怕，这些人很危险，他们有关系。当我今晚在这里看到你们时，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来揭露真相，并在为时已晚之前阻止这一切。萨拉和埃琳娜对视了一眼，这已经不再只是为了拯救两只狼，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威胁整个公园生态系统的复杂偷猎行动。杰克继续透露关于这一行动的细节，包括公园内几个隐藏营地的位置。萨拉知道他们正在与时间赛跑，凭借这条新信息，他们可以摧毁整个贩运网络，但只有快速行动才能做到。萨拉通过无线电请求支援，并通知公园安保杰克提供的位置。在黑暗掩护下，他们同时发起突袭，令偷猎者措手不及，行动顺利进行，几乎没有抵抗。意识到自己人数不足，追踪者们毫无抵抗地投降。黎明破晓，萨拉和他的团队目睹了最后一批偷猎者被铐走，他们查获了大量高科技设备，
麻醉枪以及详细的动物活动地图，杰克的信息至关重要。他因全面合作而被授予豁免权，项圈的数据帮助识别和救助了许多被贩运者锁定的动物，恢复了森林的平衡。看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下个视频见。